这些就是传说的武功秘籍。对，我们三拳斧祖上传下来的两百多年了，谁三岁就是能够从刀山下火海，猛虎下山哎，这练功夫的也很多。这什么招？那么小都开始锻炼了？哎，早上有这个武术习惯了。这个气势要出来，这个气势要出来。喂，来，别站上来，来下来。喂，徒弟，吓一吓住你。气势，哦，是气势，你要挺直，挺着来。哎，打死，真的是打死。这是虎爪，哦，虎爪。对的，是鹰爪。哦哦，这是虎子爪呀，这是爪咬我的吗？要快了，哎。你这是鸡爪。哎，因为我们是这个白沙是因为八进条件引起的，有猛虎野兽啊，这个都会做呢，大小的根据吧。走。我们还有白沙棍啊。这个是特制的吧？对，这是中间大啊，两头小，两头小点，还有刺啊，是吧？啊，还有手，还有牛，牛是来把你这人吊起来是吧？哦，太牛了！我也不能啊，啊，你说他蹬下去，这个屁股就脱手了吧？啊，要一炷香的时间。对。啊。又感受一下你。我啊，哎，对，我也感受。你会感受一下吗？这个抱我给你背的。啊。你直接再下就行了啊。好轻的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吧？啊，要坚持多久啊？哦，对，啊，好，这个网不用排的，不用排，不用排。哎，都腿酸了。没三拳，两百多年了。我们没三拳，我们是守住自己的家园。我们每三五十每一九一十都是跟头格丢，每有十九花匠打，我们每三五十就可以走索到中华史武术文化的始祖，只有那个自信，只有呢他的鼓励，就在我们每三天去对我们每三五十保持原汁原味的，这他的功夫就是沉的功夫，你要沉得住自己这个气，不成路中气啊。嗯，这个现在这话叫做传统是魔鬼，传是心，长是枪，一传一掌推倒主刀。